据媒体报道，韩国演员金正炫在新戏时间记者会上以入戏为由摆臭脸，女主角徐贤主动勾手合照也被他拒绝，态度引起韩网批评不断。事件延续三天，韩媒称他的行为是金正炫病，也成为许多演员的借鉴。有经纪人甚至表示，现在希望演员不要露出严肃的表情，要尽可能的给我笑。也因为会全程录影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被留下影像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